被创造，神更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自己的样式创造了我们，为要彰显他的荣耀。神要我们在他所造的天地里享受他的创造，享受每时每刻。人生有许多令人喜庆的日子，如生日、结婚、喜庆等。然而，神告诉我们，每一天都是神所定的日子，每一天我们都要欢喜快乐。我们还有生命气息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要来歌颂你，赞美你。